依家我做緊環保分類啦，原子還原子啦，原子嘅可以賣到高啲價啦，呢啲鐵罐啦分類，因為唔同價錢啦，呢啲鐵罐係3角錢1斤，呢啲原子咧係暫時係5角錢1斤，啊，仲有呢啲紙皮咧，紙皮係15蚊1斤啦，啊，呢啲咁嘅咧就1斤1斤啦，同埋蛋殼今日冇蛋殼。我在松俊花园呢做环保呢是已经是做了12年了，我那些钱呢大多数呢就是捐教育咯，同慈善机构咯，还有你们哪里学校啊，哪里做义卖啊，通知我，有人叫我去，我就卖面子捐开镭，就直接交给你们，这样就容易。我最多环保，我在松俊花园做了12年，是卖面子呢就做了19年，现在一直继续做，做到卖得为止。你们哪里有教育的，哪里的有人负责了我来回呢，我一定到卖面子，直接交了镭上去，你们叫我回，这样就搞定了。